新年快乐。奢侈，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什么一次。
Yeah， 有吃饱吗？我刚看你们桌上有菜也有酒，还是我等一下可以下去一起吃？耶！带先第二首歌，这首歌叫《变快的彼岸》，你们唱彼岸吗？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一下吗？哎，去学校的路很久没走，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？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，打开了窗户，突然想起消息，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？ Yeah， Yeah， 看戏呀，戏呀。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这几年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你。哎，花在风中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甲半暝，希望我会干，带你。在遐，想来想去，我对你。这几年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花在风中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。谢谢，首先感谢三立的邀请，然后 yeah， 看到那个旁边那个 b 旁，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庙旁边，所以看到这种那个塑胶布都很有亲切感， yeah， 总之希望今天在场被这个红蓝这个塑胶布包围着大家呢，这个在明年都可以非常的这个幸运以及这个非常健康， yeah。第三首这首歌呢，这首歌是这样唱：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。这是今天的第一天，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。
快回到我身边。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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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当然没有什么好不好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谢谢 ，Yeah， 在接着唱今天最后一首歌之前 ，Yeah， 大家还好吗？很高兴今天看到大家。然后我最近因为快过年，所以我这几天都在进行这个居家大扫除的这个动作。那我发现呢，这个家里的垃圾清出去之后呢，空间就变大了，就像早上刷完牙之后口腔就变干净了，道理是一样的。那新的年祝福大家呢，在不管是身心灵的这个都可以这个去无存精，这个新陈代谢。
拿出旧的，然后让新的这个新的人生阶段呢，可以进到自己的生命当中。然后也祝福大家在龙年呢，可以更加的这个拥有更完整的自我 ，Yeah， 都可以像一个非常好的投手，完整的握住那个棒球，然后完整的投出去，然后每一个球都是你想要的球路 ，Yeah。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我叫《几分之几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再次跟大家新年快乐。会唱这首歌吗？记得那天，太阳压着平原，风慢慢吹，没有人掉眼泪，一切好美，好到我可以不用说话。金色的侧脸，全白球鞋，风继续吹，时间继续作业，那么确定，我知道那就是你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， 我是吴瓜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我是李婷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开心。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
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。拢给你赚，拢给你欢喜，拢给你大发财！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！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合力。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。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态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。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。我比哟。爱你哦，赞啦！